见过大王。惊叫、恐惧，甚至昏厥吗？大王说的是那些玩物。那你又是什么？不是玩物。真正的女人。有什么不同？难道你比他们多些什么？说的那是玩物的价值，女人。真正的女人是可以为爱而生，为爱而奉献，为爱付出一切，甚至是生命。是为了大王。国家更让我销魂。